加人工，全部加人工，全部加人工。嗯，你十米都飞噶，你行够，行够，行够，行够。Hello, my name is Joel Anderson。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集嘅《香港人撑香港波》。咁啊，今集咧除咗有小弟 Billy 之外啦，咁就亦都有咪哥就分别六 segment 嚟到去即系喺今集里面嘅。咁啊，原因因为即系有手足中咗招啦，咁啊，所以变咗都而小弟嘅屋企人亦都有中招嘅情况，咁所以就变咗就要为安全起见，就暂时就分开录影嘅。咁喺小弟想讲嘅嗰段 segment 之前咧。咁我就想交返个时间俾阿咪哥。喂，大家好啊，欢迎嚟到香港人撑香港波嘅时间。咁阿咪啦，咁就今集嚟讲，因为呢我哋有手足就确诊啊，咁啊避免集体感染嘅时间呢，所以就分开录嘅。咁我打头阵呢，最主要就係讲返呢一个单站嘅停赛嘅事件啦。咁啊讲就杰志嘅主力前锋呢个神射手单站劳力呢，就近期嚟讲呢有幾場波都冇出場啦，咁樣咁啊好啦，喺呢個最近即係傑志喺5-0擊敗冠中南區聯賽之後咧，咁啊傑志嘅管理層就先後都講到就話點解單站會就停賽啦？原來就係源自於喺上年嘅12月嘅時間咧，單站會就未經許可嘅情況之下咧就嚟咗隊，就係翻咗佢老家咧。就探親咁嘅情況，咁於是乎咧，傑志就罰俾佢款嘅，咁就呢個就係傑志口中嘅紀律問題啦。咁而最近期單陣奴域亦都咧就出咗封律師信，就話講到明就會向呢個 FIFA 咧就係追討翻傑志之前對佢嘅罰款啦。咁呢單嘢其實喺依刻嚟講咧，應該就未了嘅。咁始終嚟講資料就好有限啦，咁變咗我都係喺有限嘅資料嘅情況之下都同大家講下嘅，即係咁樣係啦。好啦，咁最得意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咁單陣奴喺亞洲都揾食咗相當長嘅時間啦。好啦，咁點解突然間去到傑志先會有呢紀律問題呢？咁而咁樣都咁巧呢，睇返個往績呢，傑好多外援球員加盟咗傑志，喺離隊之前都會有紀律嘅問題，導致被停賽啊，咁嘅情況發生嘅。譬如話遠嘅有呢、這、一個上一手有巴爾拿啦，咁再之前亦都公開譴責過嘅球員啦，即係錢銀糾紛啦，包括費仁度啦、林恩許啦，以至係俾人鬧怨婦嘅李毅海啦，甚至乎就係、是喺聲明上面公開講明幾次要求離隊，最終嚇煩到嘔嘅情況，即係要求成功離咗隊安永佳等等啦咁。其實件事好奇怪嘅，即係咧最終呢啲球員係冇續約嘅，全部都咁。其實係咪真係啊？傑志喺即係要求球員續約嘅時間咁講唔掂數，咁就所以邏輯呢啲所謂嘅即係嚇紀律問題有砌人。砌咗球員咧，我覺得都即係相當之無謂咯。我覺得即係大家講真，單陣奴域嚟咗傑志咁耐，朱志光口中佢覺得自己好重要啦。咁好坦白講，單陣奴域對傑志真係好撚重要㗎。朱志光，你真係好高估自己啦！你冇佢，你亞洲你喺亞冠都入到16強啊，慳啲啊你係咪先？即係雖然單陣奴域單陣奴域今季喺傑志。其實個表現都有啲嘅即係滑落嘅情況啦，始終嚟講供應唔夠啦，咁始終佢都冇嗰個單打獨鬥嘅能力。咁但係基本上嚟講，佢個埋門觸角、射術都喺翻度，都仲係亞洲一級嘅水準嚟嘅。咁所以其實你留佢喺度，其實都可以幫到傑志好多嘅年青嘅前鋒啦，去到改善翻佢進攻嘅範數啦，即係譬如話潘佩軒今屆獲得好大嘅進步，多多少少都即係入射嗰方面都走位啊，靚仔咗，醒目咗，某程度上有單陣奴嘅呢啲大星喺度帶住咧，咁的確係可以幫到啊咁樣。咁而近期嚟講，傑志都嘗試過就係轉用呢個嘅明加索夫打前鋒，但始終明加索夫礙於個身體嘅對抗性啦，咁同埋嗰個嘅
打法上的問題啦，他打正前鋒其實就表現上面就真係比較爭折啦，比起班陣佢哋講。咁當然啦，其實傑志都嘗試過話揾啲球員去取代呢個嘅單陣回嘅。咁譬如話季初揾個希臘前國腳文尼亞斯啊，咁但係失敗咗啦，因為活動範圍太細啦，即係又太遲鈍啦，成日俾人裝越位。咁啊，近期就揾咗前韓南韓國嘅金信旭嚟到啦，咁但係事實都擺在眼前啦，金信旭原來係一架喐唔到嘅直升機嚟。即係空有身高，但係個活動範圍仲細過文尼亞斯，而且落到場嘅態度都你會覺得係打小個咁樣啦，唔係太受球迷欣賞嘅。去到呢刻嚟講，咁所以變咗嚟講，你話單陣回喺傑志重唔重要？當你冇得揀嘅情況之下，你冇得唔用佢嘅，係咪？你冇得唔用佢嘅，好現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又想用佢，咁我估計啦，佢嘅年紀又大，你又想減起人工。咁單陣回梗係唔制，採了三芒果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傑志真係需要考量下。始終你話真係需要喺亞洲賽有再進一步表現，咁你又要擺大個頭，咁你冇冇翻一個咁上下卡士嘅即係前鋒鎮住咧，又的確係真係雜啲嘢。咁但係奈何就係、陣中嘅軍容年紀太大，同埋傑志最大嘅問題根本就唔喺前鋒嗰度，大家都知喺邊個位啦，中堅位啊、後防啊，甚至防中位都有問題。始終你王陽都就嚟見四十歲啦，顏卓斌暫時嚟講，無論話嗰個火候啊、對抗性啊、位置感都仍然未足以擔起大旗嘅時間，係咪真係揾到一個具級數嘅防中去到作為防線嘅第一道掩護呢？中堅位艾利奧啊、周元德啊、羅拔圖啊呢啲全部不值一提啦，去到亞冠嘅表現就即係。四個字講曬啦，醜態百出，嘥氣。門將嗰個位置更加唔好講添啦，保羅真係笑料嚟。咁所以其實你話傑志嚟講係啊，即係成績好啊，但係純粹係用個體系去掩飾球個別球員能力上嘅不濟啊，我只能講係不濟嘅。咁啊，即係始終嚟講係啊，因為你前面逼啊嘛，你前面逼對方咪唔敢逼你咯。咁當對方即係驚傑志壓迫嘅時間，咁佢自然縮後嘅時間，咁傑志咪有機會可以喺前場逼到搶位，製造多埋個機會咯。咁但係其實流浪啊、大埔啊，其實都證明過，當對傑志打完逼搶，即係基本上嚟講係打完一個鐵桶陣，再打個防守反擊，再加埋即係夠速度、具速度性壓迫，其實足以令到傑志嘅防線可以風聲鶴唳㗎啦。咁就變咗。用人嗰方面咧，我覺得都唔係太明。點解羅展俊即係輸咗咁多場都仲未出嘅啫？喺香港都有表現喎，呢下死唔死啊？係咪？咁啊，變咗嚟講就，傑志啲嘢自己諗啦。單陣我對你重唔重要啊？你唔好即係朱志光啊，咁件啲問阿蛋講大話啦。同埋調翻轉講，你話呢件事傑志就會話阿五件就會話喂，好易處理啫，係啊係啊，好易處理，揾阮雲道同你處理啊，係咪先？啲戇居。咁啊，變咗嚟講，即係呢樣嘢啊，你自己諗啊。咁啊，暫時嚟講，傑志呢個 set 文講到咁多先，咁我都有啲攰啦。咁啊，嚟緊時間交俾 Billy 講女啦嚇。好，咁啊，我呢一節就多謝大家收睇先，拜拜。好，唔該曬米哥。咁啊，小弟想講嘅咧，就唔係講一啲好球賽性嘅嘢啦。咁啊，講下啲花邊新聞啦。咁其實就想講翻咧，即係進鋒咧喺嚟緊嘅5月7號嘅殺科戰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5月7號殺科戰嘅話，咁就應該就全部嘅球賽都係同一個時間開波噶啦。咁樣嘅情況下啦，咁啊，至於嗰一場咧，進鋒咧就邀請咗呢一個樂天女孩嚟到即係打氣助陣啦。咁啊，即其實呢一隊樂天女孩咧，其實就台灣職棒啦啦隊嚟嘅。咁啊，本身就喺台灣都有相當名氣啦。咁其實咧，我對呢一個棒球嘅打氣團咧，嗰啲女仔嘅認識咧，真係好抱歉。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識嘅，但係我都姑且噏下佢哋有啲咩名啦。咁會嚟香港嚟到去負責去到表演打氣啊，嗰啲諸如此類啦。咁啊睇翻進鋒提供嘅名單啦，咁就包括隊長藍藍啦、副隊長菲菲啦、耳圈啦、林坦啦、
韦尼啦、代型啦、Yuri 同埋孟杰嘅。晋峰官方公布咗就系话个卖飞咧就系其实喺网上卖飞嘅，就唔系喺现场去到walk in 去买嘅。咁但系即系如果睇下卖飞嘅情况点啦，先知有冇 walk in 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心去睇嗰场波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咧应该会系上网买系会稳阵啲嘅。咁啊，老实讲啦，咁即系对于即系晋峰邀请打野团嚟到坐镇嚟到去。增加嗰個入場人數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措施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咁如果站喺宣傳推廣角度嚟講咧，我自己認為咧，其實係冇嘢可以挑剔嘅，即係始終係一個新嘅嘗試。咁即係究竟得與唔得咧？我諗如果真係要太快下判斷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唔係太適當嘅。咁我咧其實喺網上最近咧，亦都見到有一幅即系恶搞图啦，又或者系一啲有趣嘅改图啦，咁就其实咧呢一个就真系好感谢文曲里谷远巡游者呢一个fan page 嘅，系肯让小弟可以借呢一张图嚟到 post 嚟分享，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其实嗰度咧呢度四格咧就有啲对白嘅，咁就想大家都可以细心谂下，即系呢啲對白，咦？點解咁耳熟能詳嘅咧？點解 style 咁似我哋香港啲球迷嘅 style 咧？或者可能我哋有啲球迷真係用呢一種嘅角度去到批評呢件事嘅，即係其中一個就話：，傑你晉峰一齊踢，點睇曬兩場？又有另一幅就係話青衣坐爆得千幾人，浪費咗女團嘅機會啦。咁另外仲有一张就係女团引晒啲飞球迷，我哋点买到飞呀、啊。咁另外仲有一张就話本地球圈啲老细咁孤寒，请女团嚟助兴都唔肯咁样。嗱、啊、即係呢一幅图呢其实真係要发人心性嘅。我呢其实想借呢一幅图係要嚟呢去批判一班所谓嘅白坛斋主。件事都未发生。其实是不是真的需要咁大力去到鞭挞呢件事呢？即是大家都知呢一件事是一个新嘅尝试。虽然你话以前奥迪有请过啲啦啦队嚟到做打戏啦，咁试过啦。咁之前即係其实唔同嘅球会都曾经试过请打戏女郎嚟到坐阵啦。咁即係除咗系大埔啦，亦都有飞马啦，亦都有呢一个梦想进期嗰个年代啦。就算夢想 FC 嘅年代都有㗎，其實即係呢啲嘢，我覺得就唔係特別太過新奇嘅。不過個問題咧，即係請到台灣過嚟嘅打氣團嚟到坐陣咧，咁呢個感覺係幾新鮮嘅。咁好啦，首先我試下嘗試針對呢度每一個可能會有人做嘅批評咧，我去回應一下先。咁首先就話傑里晉峰一齊踢，點睇曬兩場呢件事？咁其實我覺得呢個講法咧。有啲唔合理嘅。大家记唔记得我哋今季开始呢，其实我哋嘅门票嘅收入呢係门票共享计划嚟㗎嘛。咁即係话其实每一间球会都有各自嘅责任去到去争取自己即係入场观众嘅个收入来源嘅。咁呢个其实每间球会都要做㗎喎。咁老实讲，如果站喺一个所谓嘅客源角度嚟睇，其实傑志、李文、晋峰、香港 U23 都有唔同嘅客源㗎嘛，理论上。咁其实我唔觉得，即係如果真係有心睇晋峰嘅，係一定会抢咗你嗰啲去睇傑志同李文嘅球迷入场囉。即係如果真心想睇傑志对李文嗰场波嘅球迷，亦都唔会去走去帮衬晋峰嘅嗰场波囉。係咪先？即係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咁样嘅质疑就有啲奇怪咯，我只能講。同埋因為點睇曬兩場，就係因為咁啱呢一場係殺科戰，咁佢哋個開賽時間咧，其實啲球會係大家都已經係協調好嘅，咁其實唔係話單獨一支球隊係可以話到事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理由真係我覺得呢個批評真係有啲 harsh 咯。係啦，另外有一個批評就話青衣坐爆得個千幾人，浪費咗女團嘅機會。咁好啦，如果真係咁样嘅话，我会问一句，而
而家发生咗未咧？未发生噶、哦，呢件事未发生噶、哦。究竟最终出嚟个 outcome 大家都未知噶、哦，因为呢个系未来先发生嘅事嚟嘅啫。咁大家咁快下定论做咩咧？可能人哋吸引到真系全院满座嘅又唔定。咁有咩问题啊？咁就算系好啦，你话青衣嘅主场细，咁人哋起码有努力去尝试过。去到做一啲新嘅噱头出嚟，用一啲有创意嘅方法去到尝试大旺嗰、那个、那个球市，咁又何不可啊？况且门票共享计划之下，难得有人肯咁样做嘅时候，去到即系令到十支球会其实都一齐受惠嘅时候，咁我睇唔到咁样系咪真系叫做浪费咗女团嘅机会？我都觉得唔好咁快下判断住。咁另外咧就话女团引晒啲非球迷，咁我哋点买到飞？或者有机会会系咁嘅，但系个问题系，都系嗰句啦，件事发生咗未啊？同埋老实讲啊，如果站喺我角度嚟睇，我觉得喂，如果咁样可以引到一啲真系平时唔睇波嘅球迷入场，可以吸引佢哋入局，从而支持到进锋嘅，喂，呢件事其实系 win-win 嚟嘅，我觉得香港球市其实已经系唔多创意噶啦。即系难得有个咁样嘅创意出嚟，大家系咪应该要鼓励下呢？就算系即系你唔认同都好，但系都即管试下用一个观望态度睇一睇，究竟系咪真系出到我哋预期嘅结果呢？咁呢个其实件事都未发生，大家就唔使咁快下判断住。我哋到时即系赛后检讨先，再慢慢睇下究竟件事其实系咪真系达到预期效果咯。咁另外仲有最尾嗰个所谓嘅指控就话，喂，本嚟球圈啲老细咁孤寒，请女团嚟助兴都唔肯，咪就系因为睇到你哋咁多嘅批评声音啊，睇到冇效果啊，咁咪唔做咯，又或者系做完之后系俾人闹嘅，咁咪唔做咯。人哋系一番好意，真系要出钱去到请佢哋嘅，咁系咪可以尝试系俾啲鼓励咧？即系有好多时咧，我见到香港好多啲球迷都系有咁样嘅，即系有一种泼冷水嘅心态，就系话我见到例如好似太阳飞马将嗰阵时搞到嗰个主场好色彩缤纷嘅，系有个主场感觉嘅时候，跟住又或者系搞啲即系球迷竞即系球员嘅一啲受欢迎程度嘅一啲竞选嘅时候，咁佢哋就即系喺 Facebook 度留言就话搞咁多做乜啊？踢好啲波先讲啦。咁呢啲咁嘅情况其实。哇！我觉得大家系咪真系可以尝试个思想可以开放啲咧？其实喺呢啲咁嘅宣传推广啊，呢啲诸如此类嘅嘢，其实我谂喺世界其他球坛，其实根本就好常见嘅，唔系一啲咩新鲜事。甚至你谂下喺日本日职、日月、日丙嘅球会，其实大家都喺度各出奇谋，去到争取佢哋自己嗰个当地嘅球迷嘅支持。因为点解？就算喺班费唔系好充裕嘅情况之下，咪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咯，系咪先？即系大家用各种方法都系想个球市好嘅时候，咁好啦。如果最终得到嚟嘅 outcome 只系引嚟即系一班白坛斋主入喺度批评嘅话，咁啲球圈嘅老细唔系因为佢哋孤寒唔肯请，而系因为你哋嘅批评声音而唔肯请。即系大家要真系要谂清楚，其实。宣传推广嘅嘢咧，系同个球赛竞技咧，系唔一定要即系将佢捆绑埋一齐睇嘅。老实讲，即系我成日都会讲一个理论，就系话喺球场上两队球队系竞争对手，但系其实喺争取个入场球迷支持嘅事情上咧，其实佢哋应该系一个好好嘅合作伙伴嚟嘅。即系甚至我见到几年前啦嘅日本联赛杯咧。其实两队球队是一起去做 marketing， 在晒嗰个真系附近开赛嗰个球场嘅附近度，大家一起去到夹手夹脚做一个好靓嘅宣传出嚟，即系铺晒两队球队嘅球员嘅肖像出嚟嘅。咁即系呢个象征咗咩？就系、是、象征咗喺争取客源支持嘅事情上，其实两支球队唔系一个竞争关系嚟嘅，系一个共生同埋合作嘅关系嚟嘅。所以我会咁样睇，就係话喂呢啲嘢，即係我想点解要特别谈论呢件事，就係因为我觉得呢样嘢要帮大家去开拓下思想空间，就係话我有另外一啲嘅睇法想同大家讲嘅。即係我觉得係喺宣传推广上呢，其实每间球会都各自努力之余，其实
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空间的。即是如果我们即尝试一下去即是放开啲怀抱去睇呢件事囉。即是嗱，如果我真係最终个效果唔好嘅，但起码我哋都可以即是得到一样嘢，就係话咦嗰陣时都有个话题性喎。即是咦都请到啲有啲兼密嘢搞出嚟，有个话题性。即是大家諗返起嘅时候都有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咁唔係一件好事咩？所以我觉得我真係好希望嘅，即是大家都其实大家都用緊唔同嘅方法去身体力行去支持香港足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机会去到即是尝试实践，就算成功不成功都好，大家咪吸取经验以后下次再做好一点。即当然我不会指意捉中那班人，但我知道球会有班人是仲是很努力的，即是这件事我们要给他们 credit 他们的。咁啊，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啦。咁啊，希望下个星期就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记得 subscribe 我哋琴日直播室嘅 YouTube channel 啦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嘅专页啦。咁同埋加入我哋嘅群组亚洲足球杂志嘅群组嘅。咁啊，记得做齐 CLSS 啊。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再见。